唐以文章取士，而周汉以来相举礼选之法，阳间不用而阴间用之。盖幽冥二教彼此相成，左其不逮，如车两轮，如鸟双翼，可偏废哉？且和顺县城隍，阴间其少衙役，而必借阳世一粮户，跟入会一府哉？亦是城隍一片婆心，只引读书人一条取功名正路，特托粮户口中说出，即是现身说法国城隍也。此城隍何等苦心，何等真切，而世人只谢谢不信，奈之何哉？李登年十八，未相共守。后年五十不第，亦夜进法师，其入名堪之。师谓寇子同帝君，恍见一粒池即是曰：李登出生时，上帝赐以玉印。十八岁回乡见，十九做状元，五十三位至右相。元的举后，窥林女张艳娘，系其父陈于玉。以此罪斩十年，降第二甲。嗣后亲夺兄李丰乌鸡，置刑于宋，以此又斩十年，降第三甲。长安比银良人傅正氏，承其夫白元之罪，又斩十年，降第四甲。傅道邻居侍女王庆娘，为恶不圈，以消其疾矣。师以与登，登愧恨死。言光中曰：使李生不起名堪，则少年相举，骄淫横溢，自以为福分，止此耳。旁观者方且曰：如此骄淫横溢，且得少年相举也，不反为天道不足信哉？林茂先少领林健、家贫，庇护读书。林家巨富，父厌其夫不学，慕茂先才名，夜奔之。茂先呵之曰：男女有别，礼法不容，天地鬼神罗列僧布，何得以此污我？复惭而退。茂先次年登第，男女之房，人亦灭之，鬼神在旁，无能不畏之哉？凛凛数言，可谓暗示真名。性情之内多端，所堪举意以利其余耳。终为淫罪重，稍广采以警法戒余。高中献公曰：世间为色罪迷惑人，败坏人，故自妻妾而外，皆为非已之色。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，皆有明艳显报。少年当竭力保守，是身如白玉，一失脚即成粉碎，是此事如正毒，入口即死。须臾坚忍，终身受用，一念之差，万劫莫赎。可谓哉？可谓哉？余干臣身善衣，有平人并妾己为臣治之权，不择其报。后臣薄暮过之，因留之宿。其孤与父异，令半宿以报恩。父为为夜就臣曰：君生妾夫，此孤异也。臣见父少而美，亦心动，随力制之曰：不可。父强之，臣连曰：不可，不可。取笔连书不可二字于桌，最后几不能自持，又连呼曰：不可二字最难，弃名乃去。后臣子入仕，考官弃其文，忽闻呼曰：不可，挑灯赴月，再弃之，又闻呼曰：不可，不可。因又月决意去之，忽闻大声呼曰：
不可二字最难，连声不已，因怒之。榜后房师问其子，子不知也。归与其父，因亦未不迎之报与。姚若侯曰：嗟乎！不可二字最难，臣难以哉。旅客卧帷帐之间，美人登月之下，漏长竹短，尽冷晴温，难以哉。无他，忍而已矣。坚忍而已矣。狠忍而已矣。饥不起胡餐，可不饮鸩酒。臣身之出曰：不可也，忍之说也。两斗夺刀，血流不解，败军夺路，终见不回。臣身之廉曰：不可，不可也，坚忍之说也。蝮蛇噬首，壮士断腕，毒使者身，英雄刮骨。臣身之大呼：不可二字最难也，狠忍之说也。今云：事老如母，事长如姐，事少如妹，事幼如女。坚人妻者，得绝四报；坚人侍女者，得子女盈一报。嗟乎！敢不忍乎哉？敢不忠忍乎哉？太仓木公荣，美丰仪。天顺三年，应试南京。管人有女，善吹箫，夜奔宫寝。宫待以及与其后夜。女退，遂作诗云：风清月白夜窗虚，有女来窥笑读书。欲把琴心通一语，十年前已薄相如。驰名托故去。是秋中事。先其其父孟俊手送其匾，匾上题“月白风清”四字，以为月宫之照，作书于宫。宫亦悚然。后臣进士，是至参政。臣身连呼不可，以永胜。此待即改其，以致胜，教臣身书审立矣。然此时在一些不得，民以无之不可，学柳下之可焉。王海日公华，阳明先生父也。常管一父翁家，翁必借重而无子。一系一切旧望，王俊却之。妾出一纸曰：此主人亦也。上书云：欲求人间子。王即摇笔书其旁曰：恐惊天上神。终不纳。后主人修教，法师拜章，伏地久不起。主人讶问。法师曰：是欲天上迎状元榜，久乃得答。因问状元为谁，曰：不敢言。但马前有一联云：欲求人间子，恐惊天上神。主人疑王薄德，故谢前语，而王果状元及第。此事诸家所记同词，而公本传不载。亦闻成功被体功甚德，特以之也。将以讲劝后学，须人表出之。姚三九，博学善诗文，管于怀氏。有女常窥之，姚黯然不顾。一日，晒履于庭，女乃作书纳其中。姚得之，即托以他事辞归。原一性作诗咏之，有一点真心兼匪时，春风桃李莫相猜之句。姚不受诗，且答书自辩其无此事。一性兼其书而题云：得志后矣。生子臣及孙妻皆登进士。这指挥实言诗训子。诗并含
欲发汗，令其子取备。将母卧背以来，勿卷母鞋一只，并以还背而鞋堕床下，师徒皆不及之。使来世及见邪，宜期与通。夜训期不服，令避鬼以七命邀之，几持刀刺其后，四门起，两杀之。师闻叩门，问何事？必告以主母命。师怒曰：是何言语？明臣告尔主人，将至尔罪。使父强其妻亲往，师故拒之曰：某家东翁言居西熟，敢以明明堕行哉？请速回部。门中不起。明日师辞去。使使释然，未数昨宵事始末，谢其物。师随登地。使当时掠其门，即以剑杀，在世则成往，而论心已非往矣。此处念头容不得少岔。应天某身赴京是日，履地对门，某指挥使毕也。有余年及饥，窥门见身而属一焉。使必受益于身，言父以他往，其以事业相会。身俱累阴德，不敢领略。同欲亦有妾知之，委谓生父曰：必按莫辩，引之入。女与就寝，欢洽熟睡。侍挥使归，见之大怒，拔剑俱杀之。明日榜出，此身首列。因告人曰：使无若往，已在鬼路矣。身所惧尚远在阴德耳，岂知现报尽在目前乎？鬼路、登科路、指针蝎子，可谓哉？欲张有双身者，其母坐入时，骈肩而下，遂莫分孰兄孰弟。相貌孝啼如一，父母亦莫能辨。即能言，因各命名以别之。至旧熟，引物文墨又如一。甫若冠，同补博士弟子。复是日，主思亦亚其莫辨，遂分之以祥。孝谓之曰：祥者，序也。甫祥谓兄，现祥谓弟。嗣后遂定某兄某弟。既完娶，父母恐二媳莫辨，命各以一缕别之。余年又同月生子，在世又同时不系。礼人前曰：命同相同，宜其事事痛矣。至三十一岁，又同取科举，复审事。欲邻有利父少双者，思挑其兄。兄正色惧之，恐父挑其弟，乃以父情与弟。父戒之曰：尔我貌同，既挑我，必父挑尔。尔胜无过，作损得势。弟面视之，后竟与父通焉。父初不知其为兄弟二人也。彼此情忍，因与父使曰：我得中，必取尔，即绑放，兄入垢，弟被处。父狂父曰：我今虽中，情父春为，呆八甲取尔，犹荣贵，且以拔资抚贵言。父因以所积尽付之。明春，兄又八甲。父又以为所思者廉洁，朝夕望其迎取，而杳不通问，郁郁成疾。因以书遗，遂卒矣。所遗书尽达凶手。兄今结弟，弟不能会。次年，弟有爱子，即与兄同举者，抱伤，痛哭不已，
双目钝盲，未己一足。其兄享福禄，多子孙，称权止焉。命同相同，而心变忽然不同，可见祸福皆人自造，而非天之身是史书也。与奢俭类所载二太学身世并参，亦知祸福非由天定。敬圣类。张九成，字子韶，年四十，有俊祥，常闭阁终日，彼舍身前血细窥之，则俨然敛膝为坐，对大边，若与神明为伍。后举进士第一，为名臣大儒。姚若侯曰：“若子韶先生者，可谓为圣人之言者矣。切怪古人于圣贤书，则肃然敬畏；若与神明为伍，即至敌面见鬼神，书行异乡，对之俨然无畏不兴。今人二者皆反是，何也？盖人必有所畏也，然后能我所畏。能不畏敌者，畏将者也；能不畏行者，畏法者也；能不畏鬼神者，畏圣贤者也。虽然，畏圣贤者，非不畏鬼神也，不畏之于其书行异乡之时也。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者，鬼神之德也。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者，鬼神之法也。今人见鬼神行，闻鬼神语，无不畏者，而闲居则亦无所畏，反宜报应为荒唐，污神灵为虚诞。问其故，则曰：我不见也，不闻也。夫不可见不可闻者，鬼神之常也，其可见可闻者，鬼神之变也。君子所畏者，不见不闻之鬼神也。故显则畏之于峻奔对月之间，忧则畏之于耳视屋漏之际。庸于所畏者，可见可闻之鬼神也。故往往畏之于衰败之后，笃极之中。然见而后畏，畏而后信焉，晚矣。昔有玉徐夫人要匕首者，曰：已知刺人，且如履，立死，于人不信也。久乃窃而视之，即呼人曰：果然，身绝而气亦绝矣。视之呆见鬼神而后信者，何以异此？管宁自辽东浮海而归，风起，将赴周，周中人皆呼天颤醉。至管宁，云：常一朝磕头，三晨宴起，一次不关如厕。过必在此耳。时同行诸州尽没，独宁州有登岛而前，或计。以此为过，则其平日谨身之道宜何如？盖圣贤学问，莫先于敬。敬之一字，原彻内彻外，可精可粗之言。内而在心，则主义无事；外而容貌，则整肃庄严。今之至尧舜之清明温恭，粗之及小学之唯诺拜贵。夫唯诺拜贵，未便能敬，而可以习敬。及君子之整肃庄严，亦岂便是敬？而臣子云：至敬须自此入。张南轩亦云：眼若思，虽非敬之道，而于此时可以礼敬。臣子又云：未有积聚而心不慢者，亦反观，亦可见。元归禅师，唐永淳间，结庐松月之旁物。忽有一人额冠酷者而至，曰：我月神也。知师有广大智辩，岂受正戒？
诗曰：妇孺无戒，若能奉持，即应曰能；不能曰否。能不盈乎？神曰：亦取也。曰：非辞谓也，言无纵欲也。神曰：能。曰：能不道乎？神曰：我正直，焉有道乎？曰：非辞谓也。言向而弗盈，不恭而获善也。神曰：能。曰：能不杀乎？神曰：食思其柄，焉得不杀？曰：非辞谓也，言有烂物一混也。神曰：能。曰：能不忘乎？神曰：我正直，焉有忘哉？曰：非辞谓也，言先后不合天心也。神曰：能。曰：能不隐乎？神曰：我受祭奠，焉得不隐？曰：非辞谓也，言不乱性也。神曰：能。师曰：此佛五戒也。神曰：谨受教。如此说戒，谁人不可受？谁人可不受？其事似于僧戒少宽，其理于僧戒较精矣。司马温公有云：愤怒如烈火，利欲如风仙，中朝长戚戚，是名阿鼻狱。颜子安陋巷，孟子养浩然，富贵如浮云，是名极乐国。孝弟通神明，忠信行蛮末，积善来百祥，是名作因果。仁，人之安宅；义，人之正路。行之诚且久，是名光明藏。道德修一生，功则备万物，为圣为大贤，是名佛菩萨。言为百世师，行为天下法，久久不可言，是名不坏身。善言佛理哉。蜀太子宾客李丹，年七十余，向祖考游清鼻气，人或待之不从，谓吾以达追慕之意。温公者之家犯曰：可谓祭则治其言矣。叶氏问祭礼于诸子，古今事体不同，行之多挚爱，何如？先生曰：有何难行？但以沉静为主。其他一物，随家风曰：如一根一饭，皆可自尽其诚。余案若此，则平民之余饭助香，只可与古圣王之和万国欢心以祀其先，同一效矣。然绝不可能封而不封，曰：无自可尽无尽也，能封而不封，又何有余尽乎？王仪功臣，其父见自止一坠，必多时以香汤洗而烧之。仪系孟至圣抚其背曰：汝贺敬重无自止之情耶？恨汝老矣，无可成就，当令曾参来生汝家，显大门户。果生仪功，因名岑，状元名相。此事文昌袭自文特以劝谕。中父载如周扬百行，作经文而举家害赖，昌俊先于坤，残孟子而全家灭亡，杨全善埋自止而五世登科，李子陵葬自止而一生显官。虽不及细详事实，大略皆昭昭果报云：宋淳佑宗，南昌先圣庙清品。知县李纯人作新庙于县南，往仪夫子圣像，十余人举之不动。仪世子在旁戏曰：视之谓众迷，李令正色则之，其势惶恐而退。至夜，忽被阴司追至一官府，曰：汝贺敢慢吾先圣？绝杖二十，即绝。如痴人，自是便不识一字。
姚若侯曰：“请按家境间，张永嘉以塑像飞骨，始奏一木主。今之主，古之相也。二世之徒，每安每官皆各奉有圣像，儒者独专奉之学功，则儒之所以报本反始者，舍此公共数传而外，别无少水之江，半乡之境矣。乃此数传，又往往颓败清体，一同注舍，而喜舍乐施，每属数于御清干羽，禄愿招提也。”书未施本末云：江阴观音寺就有沈香向圣灵，正德中须立贤位观音位，亦令王某召之不至，大怒，取向焚之。已而王令入境，中途呼唤心痛，迎一介僧忏悔其事。僧曰：“大事普照十方，患屈有舍，其为一向生恨。但护法诸神，欲彰现前之报，知不免矣。”果不起，狄林常送陈一川先生七千到素僧舍，坐处偶备圣像。先生曰：“转矣，勿备。”林曰：“岂以其徒敬之，亦当敬耶？”先生曰：“诸凡巨人形貌，皆不当慢。夫先生非没佛者，而其敬景之心自如此，是之谤佛以利益者，亦可不必矣。或问亵渎神明，必有罪矣；祭赛神明，必有福乎？”曰：“常四则不可废，生劳恶怨，革之所生敬也。凡聪明正直之谓神，其福善或盈之心，岂宜于身处九十之思哉？为所谓修善缘者，则有之矣。然经之所载，皆修身养性之言，忏之为名，乃悔罪省迁之旨。是诵经礼忏，缘不悦，为善改过，四字也。又必须斋戒之臣，便是洗心涤虑关头，世家老祖故宜从而兴之也。”子曰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又曰：“秋之祷，久矣，明乎敬之矣。”存心累。赵康敬公盖常置平斗于己案间，每一念起，必随善恶以斗别之。善则投一白豆于瓶，恶则投一黑豆于瓶。初则黑豆绝多，继而渐少。久则善恶二念俱旺，瓶豆二物意气而不用。治心之法，先如有醒察，克制二意。赵公以黑白豆分别善恶，似专属醒察一边，然既审，则自私克矣。初则黑豆绝多，继而渐少，克制之效也。中庸以诚意必先治之，古哲云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绝食，同止哉。”人非上哲，必须有所戒以自检。故当与赵月到焚香告毕，同奉为克己楷模。金陵有数十人渡江，中流风骤，忽闻空中语曰：“黑鹅者，黑鹅者，自私，空中既指我，何谓累众人？”遂跳入水，舟随覆。黑鹅者复一漂木至岸，不死。人亦而问其素行，曰：“生平亦无善可计。”每思人生坏一贪，自贪自裁其念，便以数自压之，不敢作便宜事耳。平常道理精细学问，
魏仲达出魏管职，被设置冥司，官命俱成善恶二路。彼至，则恶路盈庭，善路仅如柱小。官色变，所称称之，则小轴乃能压其恶路。官善曰：“君可出矣。”仲达曰：“某年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之多？”官曰：“不然，但一念不正，此即疏之，不待其犯也。”曰：“然则小轴中所疏何事？”曰：“朝廷常大兴公义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书谏止之，此谏稿也。”曰：“某虽言之，朝廷不从，于是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？”官曰：“朝廷虽不从，然念之在君者已是。向使听从，则君善力何止如是？将成此而过度是矣，尚得而赦君乎？奈恶念过多，力已减半，不可复妄大败，后果止于吏部尚书。此君使由此而更行善焉，成就又何可量？若由此而亦为恶焉，吏部尚书其复可得乎？善恶之报，节节增减，当无一定之局也。越者须作如是观。”孙叔敖，楚人，儿时出游牌，告其母曰：“人言见两头蛇者死，而今见之，死无日矣。”母曰：“蛇今安在？”曰：“恐他人又见，以杀而埋之矣。”母曰：“汝不死矣。吾闻有阴德者，必有阳报，得胜百殃，人除百祸，即常为楚令矣。方遇蛇时，正忧死之不暇也，而惧为后人计若此，其用心何如？其指向为乡业所自来矣。与亮乘马有的卢，乡马今所云房主者也。”或与令卖去，与曰：“卖之，必有买者。宁有己之不安，而可疑之人哉？”习孙叔敖埋蛇以免后人，古之美谈，笑之，不亦达乎？促留之，不害其为将军援救也。助得鲁凶马，乡马精，马白而入口齿者，名曰得鲁。奴臣客死，主臣弃世，凶马也。出版者，叔敖，诚心自发者也。元归思孝之，未免心者于善矣。然其事亦自可传，既能为善，不嫌其机也。吾赐鲁年五十余，有一子名国彦，已受事，自念孱弱，欲其父更举子为宗挑剂，请于母。母与赐鲁。鲁曰：“贫家有子足矣，安用多位？”母子乃思庆衣饰于银，置一切。彼入门，则盈然病复也。衣云不至，但即卖，犹可得值。母子乃令袁枚改遣，亦已成，赐鲁知之，曰：“我既为人物，安可复误他人？且此妾在吾家，犹可忘身，一出无门，万无生理，所得不过十金，安忍弃之？”据实以告买者，还其职而去。妾自是病日月，忽有生余年，产一子。言光中曰：“转卖亦是常情，一指点出，便觉无限残忍。”钟离仙出寿丹于吕纯阳，点铁未经，可以济世。纯阳问钟便否，曰：“五百年后，
当复本质。纯阳曰：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钟离曰：修仙要积三千功行，此一言，三千功行俱闷矣。钟离之丹本已济世也，尚不忍以五百年后之人而益现在之人，若斯得之以立身为家者，造物岂容之哉？而是且万无其数也。江北有兼司某者，谢氏玄车，常苦患囊不足，言亦单事，性如钟吕。其夫人颇知书，细问曰：丹臣何以谢方士？兼司曰：渠自能点化，不须谢。夫人曰：不须谢，何故以丹法传君？兼司曰：渠为我有仙风道骨耳。夫人曰：君垂涎点化，志在得经，岂蓬莱仙岛有贪财神仙耶？继而其续来也。夫人曰：续贫，丹臣可分之。兼司有难色。夫人曰：君不肯以丹分续，君非方士续，独肯相思耶？兼司终不悟。一日，方士至丹顶夜遁。夫人戏之曰：夜来方士复盘桃会，未知乘黄鹤去否？兼司默然长喻曰：勿言勿言，吾命应平耳。展月至此，真可惨然一笑。尚有过而不悟者，何哉？朱文公长中足疾，有道人谓真玉，炫绝轻便。恭喜赠以诗曰：己宰相足疾受穷，一真还觉有其功。出门放杖而同笑，不似从前薄苏翁。数日后，足疾大作，追寻道人，莫知所往。公叹曰：非欲罪彼，但所前失，恐持此误人耳。是夜梦神曰：公一念动天矣。足疾炫抽，灵官莆田人。遇一人受一家的，谓曰：此的甚佳，但未知汝福可堪此否耳。官曰：吾得薄，将此的与宗人共之，其见或有益有福者。一人曰：即此一念，福德甚厚。官遂取足二十余旧，与亲携葬之。生子元美，陈进士。孙汉曾孙廷昂廷基玄孙廉三代四尚书。一人只说福临辩言德，一人乃兼言福德。堪的福德二字合离之意，思过半矣。元自识于谋财有恩，而谋财身负之，自识不能平，夜往欲杀之。道今义安，安主轩辕翁，有道是也。见自时前往，有其行鬼物数十随之，少请回，则金冠玉佩百十从焉。翁甚异之，天明往寻焉。自时曰：某恨谋财负心，往将杀之。即道门，斯彼虽负我，其妻子何由？且有老母，杀之何依？遂隐忍而返。翁为数所见之意，且曰：子一念之恶，而凶鬼随之；一念之善，而福神随之。子之事，已知于神明，将有后福矣。后自食为奴山令，而才废绝。森某者，焚修官圣祠中，行圣精洁，使土贼窃发。一夕梦神告曰：汝明日何死？有贼乘白马者，名为朱二，乃汝宿誓愿，不可避也。
僧梦中哀求曰：“念某今生颇修善事，愿垂救护。”神曰：“我不能救汝也，救则为汝自救耳。”天明，果有贼入山。执僧问以财帛妇女所在，挟之引导，是其所乘，果白马也。僧忽自念曰：“我业已何死？若更导之掠财物，淫妇女，是业上加业矣。”因大声谓贼曰：“我不导汝也，汝非诸二乎？我何与汝杀？只杀我可也。”贼大惊曰：“汝何由得知我名？”定是神僧。僧具以梦告。贼头杖太息曰：“怨怨相报，将贺穷矣。神言不救汝，所以救汝也。汝不导我行，即汝自救也。我汝具解怨，有何不可？”乃向神前再拜而去。镇将军范某妻病劳债濒死，有医者云：“用雀百头，制药莫尔之，至三十七日，服其脑，当全，一雀不可减也。”范一言龙雀，妻闻之，谓曰：“已无一命，残物百命，宁死绝不畏也。”开笼放之，未几，病自全，且怀身难，两臂上各有黑斑如雀形。放生之内火已，然多不忍以生命殉口腹耳，此则即愿以性命殉生命矣。故其事虽小，其人实莫大也。陶隐居功行圆满，以正先位，以所着本草、参用制等物，而久积上身。凡处方治病而用生物者，亦无可不慎哉。李正，松林人，业余，居一港甚僻，一系得余，孤酒独酌。而有一人立门外，正曰：“子何来？”曰：“与鬼也，丧此水中数年矣。见翁独酌，欲觅一杯耳。”正曰：“子欲饮，可入座。”鬼遂入对酌，后因尝至。月半月，鬼谓曰：“明日待我者至矣，问何人？”曰：“驾船者，明日四之。”果一人驾船来，月无少爱。晚，鬼至。正曰：“何不带去？”曰：“此人少年丧父母，养一幼弟，无害之，彼弟亦不能生，故视之。”又半月，鬼入曰：“明日待我者至。”次日，果一人来岸，徘徊数转而去。鬼至，复问：“何以不待？”鬼曰：“此人有老母无依，故视之。”正曰：“子有此心，必不久堕泉下。”又数日，鬼曰：“明日一父待我，特来拜别。”次日四之。晚，有妇人临岸，亦欲下水，复登岸去。鬼又至，正曰：“何以舍此妇？”曰：“此妇怀孕在身，若损之，是二命也。”与为男子，每水濒数年，尚无深度，况此孕妇，何日超生？故又舍之，任与魂消魄散于水中，是不敢损二命也。潸然泪下。别数日，前鬼飞袍冠带，侍从甚重，来辞正曰：“上帝已无人得好生，是为本处土地言气不见。”言光中曰：“您自忍而不忍人，一而至三，此心不变，善根定矣。堕鬼道者犹能隔天，况生人哉？”
燕香薛愿持重权，立心贬仄。见人有德，如己有失；见人有失，如己有德。人有才能生育，及之如仇。生子皆盲聋喑哑，与楼颠覆。后欲功名子高，教以喜心敌虑。敬意前非，幸存一子。先辈有余，见人得一事，便当生心喜心；见人有失一事，便当生怜悯心。皆自己真实受用处，既成乐败，何与人事？徒自怀心术耳。余为反损人而利己，不可谓也。至损人而于己无利，则谓之胜无谓矣。欲人损而人损，犹有所用其恶也；奈欲人损而人绝不因其欲而损，空用此恶心肠，何谓哉？敏将吴某，将相敬安，心助一见胜利。兵行倒于骊山庙曰：某愿以此箭手杀千人。其系孟神谓曰：人不可发恶愿。吾诱汝，使汝不死于人手。寻败绩，以此箭自刎。其以自尽真信矣。神言非滑稽也。李绅，闽人，善读书未闻。复试过衢州旅店，店主孟土地言：明日有李秀才，科甲人也，宜善待之。次早，李至，款待甚厚。李问故，店主以神预告。李绅大喜，夜思登第做官，但平陋时期，不堪做夫人，当易之。去后，店主复梦神曰：此事用心不善，功名未遂，便欲弃妻，今失举矣。竟不地而回。店主复以告身，大惊，愧恨而去。安抚邹子隐，平生勤行善果。凡救人患难，成人好事，不可枚举。万历己卯病故，至阎君殿前，心中不服，命立开部示之。开部即有名利两大字。凡子隐一生所做好事，待于名自下有少，载于利自下居多。子隐愧服。复苏有一僧在旁，子隐与之曰：汝为我便告亲友之为善者，一净扫心地也。月五日而终。唐诗元平云：与祥之子隐之为人，好名祸所不免。至于利，则子隐轻财仗义人也，何以有此？必其居间请托，出面未善，彼及财物到手，偶有挪用之弊。或使曰：吾暂借之，后遂酒驾不归耳。余未若此，则子隐执一巧于干没人矣。是且难以瞒世人，况敢欲以直言君乎？盖无畏而畏是义，有畏而畏即是利。小人欲于利，何尝尽贪过财？仅是一件好事，他一段私心，只专为有益于己耳。乃自隐勤劳一生，仅博得此两字，可见隐为委屈之处。因思分析，圣经圣明，为善者不可不谨也。扶梁县令黄木，以本县庙神为邀，祭之已久，醉而执之，果亦老元。将露于世，元娥请曰：某死故其分，然数年所积，可以备县中之缺。木材问处，则元已跃身而去矣。
后百计踪迹，尽不可得。俗传吴中有一灵鬼，善疑人妇女。昆山镇一名女将被诬，女曰：“今夕某侍女甚美，何不往彼而来此？”鬼曰：“彼女心正，吾不敢进。”女怒曰：“我心独不正耶？”鬼遂去，不复至。陆象山先生有云：“人为一心，发为念虑。念虑之正不正，只在顷刻之间。若一念之不正，顷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；念之正者，顷刻而失之，即是不正。此皆在人一心自省。”书曰：“为圣，妄念作狂；为狂，克念作圣。千古圣贤，不过察诸一念之为。天地鬼神，多于此堪人善恶。张令移动于狱，而老袁已得行其妖。村女一机未真，而邪魅遂不能犯其劫。待以是夫。”常州祥生某，富有家贵文。作之折乐水，一节题，文极得意，同被称赏。因醉归，作妄想，我得地后，当娶邻女阿根为妾。为阿根构造区房，织成绮丽衣饰。妄想奢侈，三不忘睡。其妻促之，深寒茶讯其面，细骂促问。促问有一庸书人，被土地摄去写册。见身册有朱批云：“想虽逐望，尽识因人。”者于正月十七，到松林驿洞二一日。庸书者醒，食于毕。是日到身家访之，身方是一枕履，复因家之照，将看梅溪山。舟过通金桥，处寻将食者舟，舟人皆被执。身以青金免赋，居于船头。待至吴江，停舟一前，始视之，激动即死。王氏传习录云：“有有自叹，思意蒙时，分明自心知的，只是不能使他即去。”先生曰：“这一知便是你的命根，当下即去消磨，便是立命功夫。”大慧禅师云：“学道之人，既或照顾不着，偶蒙恶念，便当急着精彩，拽转头来。若随他相续不断，则障道结业，神称鬼则已。”先生，大师之言，要为初学至思者，下手吃紧切实要诀。若夫性体空明，本来无妄，君子成养的未发之中，则发时只需略一照顾。功夫道的醒察，已不老大费力。高景义先生于真体既显，则妄念自除。与请受先生进宫之学于吴有汤氏调，觉智人既然不动光景，实皆无如本分内事。而精神一向外持，苦难收拾。白首闻道，人复置之。逝者悠悠，每一服功，书生言汉。此生见色动心，已犯太上明戒，而醒入梦境，历时资多，心之放逸如是，污的无名浅哉。欧阳修见老僧诵法华经端坐不动，问曰：“每见古人临终，有坐脱力亡者，何法所致？”僧答曰：“古人念念定静，临终安得有散乱？今人念念散乱，临终安得有定静？”公闻此语，不觉其息之躯也。
昨非转曰：眉睫才交，梦里便不能主张，眼光落地，死去又安得分明？故学道之法无多，只在一心不乱。古仙云：大道叫人先执念，念头不住亦徒然。起信论云：心若持散，即便射来，令住正念。念起即觉，觉之即无。修行妙门，唯在于此。陈明道先生在禅州日修桥，少一长梁，曾博求之民间。后因出入见林木之家者，必起嫉妒之心，因与一介学者，心不可有一事。王阳明先生常与学者曰：心体上者不得一念留滞，就如眼中者不得蝎子沙尘。蝎子能得几多？满眼便昏天黑的了。又曰：这一念不但是思念，便好的念头也折不得蝎子。如眼中放些精干蟹，眼一开不得了。附录一：三破七变，名言冒油光中。一破安不善者之习心习见，独立登岸见性行门，客室已十年，其盖也科甲成否之大教也。使登不闻神言，则少年相举，骄淫横溢，自以为福分止此耳。而旁观者亦莫窥其为，遂疑天道。不知有根气的人，高才绝智，识天赋之以救济思明也。其人能用之善，自然大富贵，大受考，一造恶业，所减变多。世上见其些小福泽，善者不如，便为无报，岂识其生前带来分数时饶乎？薄福者之勉强为善亦然。如本应动累，而报以温饱；本应乏嗣，而报以丹丁。夫温饱丹丁，岂觉受报？俱知其生前带来分数时薄乎？为大力量，大功德，则自有转劝手段，不落寻常格式中矣。独欲复案，见孝顺门，客众已三十年，其盖也人生祸福之大限也。而前业经受，随受随脱，变幻不可知，如此何怪世人之难悟乎？况人生大善恶，必自十五岁以上始造之，如是又三十年，则四十五矣。试图见四十五年内之人，善未必福，恶未必祸，以则则不幸果报，及其天之既定，则祸不及见也。及即见之，其寻常顺逆，既未寻常事不知察，其大敌及大逆凶，真悚动人者，是可信矣。又缘他事不尽诚者，以自炫自疑，犹豫不返。就使阅历既久，觉悟或深，而其人已老，其已成矣。少年后起者，豪气振翅，又复不幸。此事所以多迷途也。独明则暗，近视病危者亦谈明报，梦魂中或受神遣，且以借其至亲，闻之众人，而众习不解，何也？曰：此自有说。盖其过觉浩大，报觉精心者，既不肯言，即父子兄弟闻之，亦不忍泄。兼有一二人备之其详，转传数人，即有截之者曰：汝自听见否？便把这话头搪塞。明乎？明报安得人人而显之哉？
就其性者，心有谨慎，数日之后精神稍懈，物又复浓，且渐放下矣。譬如世人为考处爱科第，当要时如何奋发，久且忘之。又如淫妇朝夕偷盗被责，色风中病，岂不千辛万苦，羞惭克责，数十之后犹不惊也。故往往有险报，习久而忘之，未谈而置之，满心而孤犯之，此地狱所以无虚，而忌恶所以不恶也。一破祖善者之习心习见，独公善讲善案，善何大乎？与人同最大。今世修善之事，有见一事，则攘臂争先者。然或用人而成，或用我而败，彼不解也。有逢一缘，则喋喋恐后者。然或共诱而劝，或私说而疑，彼不察也。有见人其名，则求其忘名；见人修福，则求其忘福。而不知鼓舞之根，或随之而散。有自入世，则厌出世法；自出世，则厌入世法。而不知接引之机，或成之外碍。又有自家所不屑做的事，便吃人做。彼时彼其小也，不知见大见小随人分量，但有纤毫善根，只可引不可举。又有自家所不能为的事，便破人做。不知人做我做，同归一善，我若欢心赞叹，便是助彼为善，不观才用事也。又有善从我唱者极乐，从人唱者极不乐，此亦大错。总之起于有我，有我之善不能成大善矣。如此者，皆知谓之为，而不知不谓之为也。读就记案，有谢谢谓善，而驾其辞曰：善在心而已。昔论事，不知悯人之死而不救，与救之者孰是？若使如天好生，不以人正，能平治乎？人有一妻一妾者，夫偕七年。妻恨之曰：子身虽在此，心却在彼。夫曰：然则吾身在妾边，心来汝处，如何？此可谓心善不用施计者作一笑柄。又有谓小惠未变，焉得人人计之者？夫献我以不得位，计谢不位矣。乃若才分得位，损我资诸，救人当恶者，尚可曰吾不能辨己也，孤以之乎？又曰后来执此，将难计也。夫我之衣食奢淫等相，具现设施，不尽虑前顾后，至于救济，直计较久远，已不能计未解，是终无行善时也。又有谓善在无心无意，偶处未知，才作意，便不是者，此又大错。孟子常云：孜孜未善矣。武王常言：及人未善，为日不足矣。夫子常言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矣。今使有恶者于此，一人偶尔失之，过念即忘；一人用意照顾，日系不倦。二者孰的？此罪现前一小者也。如是者，借口不谓之为，而不知谓之为也。读口业是非案，有一等人欲善者举，见人放生则曰人未重，见人助丧则曰生者要食未重，见人失计则曰穷亲戚政之未重。果尔
则亲亲、人民、爱物，必一见完，而后可作一事耶？亦无时可作矣。夫师或因其刚恶，时或就其一举，心或触其偏道，随在可行，随行可满。必以此难人者，其人必非时心周即可知也。又一等人，欲善事，则求全，见作一事，必更圆一事以难之曰：这件事既做，那件事如何不做？夫古称尧舜，不云有病耶？又欲善人，必求思，或作某事，必举其不足者比拟之曰：莫那事变加，何必尔尔？夫人非圣人，岂能尽善？其美者自美，恶者自恶，瑕于各不相掩，而必以事举其上进乎？然则必无过而后可以行善耶？又有一等人，专为世人薄恶，不可以善化他。遇人为善，不曰姑息柔软，养成人恶，则曰是斋公一流语；否则又曰忠厚是无用表德，彼将神圣好身处都抹过，行杀处即取来借口，而不知其心之以化为是杀也。若此者，以不畏而又敬人之为者也。一破是善，小善，善恶两卦，善恶双宜者，习心习见。有一等人，明知善之当畏，自加一谨去做，即论果报，则恐人以祸福慕之，抵死不肯认。此等人为明根所护，知自利而不知利他。有一等人，专习持斋诗经，造像度人，而于自家德行，本来心术，殊不照管。此等人为福德所动，知利他而不知自利。又一等人，以天地为大戏场，视人事无真面目，欲方与方，欲圆与圆，训众所趋，甘言泉涌，以自托于婉转灵妙。此等人善恶虽无定向，然总之成就一个恶德。又有一等人，张设自是，旁若无人，救人救到底，杀人杀见血，酒色财气，明翻无理之案，是非毁誉，实逞一篇之辩。此等人名为物小我大，左袒恶业。又有等人居高位而失其盖，坐奸诡而活虫鱼，己自恤恤而假手杀人者不悟，善意累累而末流种毒者不知。此之谓不止狮头杀牛放矣。又有等人谢乎超荡，专谈名利，以有畏畏积，以德行畏粗，以不思善恶畏奇，恐慈悲之负我，则戒行精进，不甚着力，绝完好之亲人，则喜怒游戏，驾言自在。此之谓菩萨口，波寻心，梦游清都极乐，而自却在侧池上打盹也。七遍敌极路劫路，或曰业报足信乎？恐皆偶然耳。孰谓记忆？孰谓分书之者？曰他人有心，与寸夺之，人不可掩，而况鬼神乎？举心即觉，而况见之行事乎？响应身，隐随行，为人自照，何凡记忆？何凡分书？且行善必自歉，造恶必不安，亦自谓记忆，自谓分书。语云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孰之不谓黍也？败之不谓道也？此必然，
非偶然也。或曰，吾见世人殊特自分，而死生不易，修士或多坎坷，凶顽或中考虑，是有不报之善恶，而且有差报之善恶矣。曰，是无数百年之人，而造物有未及劫之案。纯善纯恶之人既少，而可善可恶之机最圆，故有种善未熟而死者矣，有饥饿未忍而毙者矣，有因得因过，独慎独真，明思合之，是人不解者矣。其善恶也，非人耳目前之善恶也，则以为不报也；其报也，非人耳目前之报也，则又以为不报也。卵眼之报德在书，卵盈之报态在眼。颠之道之，其变多矣，则以为不报也。前生后生，由之一人，人诸鬼诸，同是一痛。而是不知之也，则又以为不报也。或曰，王者张善单恶，其贵因循，天道一耳，何谓不及施行，使人警惧乎？曰，王者不忍，必与精权。天心至人，美容毁祸。若情真理当，必不相宽。譬如待劝于人，则常在后，其所现之岁月有一焉耳，抱持则习必备焉。且以人世之久远，天世之旦暮耳。或曰，子罕言利，兹之谈报，尽于利矣。曰，报必有失，是由本而生，非从贪而得也。且不求利而求害，必非人情矣。盖甘穷恶以没事者，君子暗修之素心，降福禄而尽昌者，上天因才之治理。人生所想，自有分际，不能未谋。所堪自重自收者，独此方寸的耳。舍而不愚，而空言不耕获，不滋生，宁不同鲁莽灭裂之暴哉？或曰，暴臣有之，然积德而至于洞天，如导引而至于长生，皆非常人所能。曰，长生不死，非常也，若百岁内之寿，则长矣。大德寿命，非常也，若履顺敌疾，富贵福泽，则长矣。大圣贤，大豪杰可以至非常，时修时见，独不可收束长乎？今夫大富贵之家，其所从出，多犯庸侧漏，引得不要，而子孙忽食其暴，非必尽圣贤也。须弥登高，见霞灵璧，神各有所及，当其及时，及圣人且多让焉。患心之不坚，无患暴也。或曰，然则无畏而善，与有畏而善，孰佳？曰，无畏者佳矣。虽然，恐戒言无畏，而行善反不利，空言甚高，而实行不至，君子惧焉。且引人为善，不妨是以所获，勉强学问，则得日进。夫所恶于有益者，为其既报也。既报而不至，待将及焉。若时时刻刻主善为师，退脱不生，倦勤不作，则与刑法四命者其异，何恶于义哉？附录二，立命说，名元皇乐凡，于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儒而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习一艺以成名，而复素心也。
后于在慈云寺遇一老，修然伟貌，飘飘若仙。与余曰：“子是路中人也，明年即进学矣，何不读书？”与告一顾。曰：“吾姓孔，云南人也。”的少子黄吉正传，述该传汝。余引之归家，是其数。